巨好看，哦，这个风景绝了。哦，有骆驼。哇，我们骑骆驼。哇，是三个骆驼。不会是骑骆驼吧？我骑骆驼。你好，小哥哥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他吃是这样吃的哎。羊驼也是啊。对啊。一人喂一个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那骆驼吃西瓜，他们吃西瓜啊，他吃了好大口，来这边吧，他皮都吃啊，对，哎呀，你们三个是要一起骑还是美女骑好你们俩牵着？一起骑嘛，一起骑吧，来，我选他，小白，哇，等一下，一个骆驼只能骑一个人吧？对啊，沉不住。听说为了让两个人骑，去问人有没有三峰的骆驼。有病吧？丧心病狂，真的。当地的牧户怎么说？说没有。有医院，有一家医院在那边。坐好呗。坐好了。哇！哇哦！哇哦！什么感觉？哇，好高啊！哇！哇！Let's go！ 哇，好爽！哇，好奇怪啊！感觉好好玩，好乖啊，他们。我们感觉是那种丝绸之路的那种。那是卖东西哦。在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上。出现了神秘的三个人，他们两个都连在一起的，他们两个人，啊，三个是好朋友，他们真的是好朋友，啊，这都是我的草地，哇，漂亮，好厉害啊，这个小白，小白，上坡喽，哇哇哇，哇，哇，大妹，太厉害了，对，你们往回看一下。哇，这张好，哇，很好看。再会。啊，嗯，孩子，什么意思？孩子，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的傻大儿，常回家看看。再会。你说小戴很像他们俩儿子，两口子带着儿子，考上大学了，记得回来看我们。而且康康真的像慈祥的老父亲。他们俩这个表情截的真的很像托儿远行的老父亲老母亲。小戴说为什么我是自己。太逗了，到底是谁的安排直接把小戴牵走了？节目组给那个牧场的戴了耳返是吗？把他带走，把他带走，一个人在旁边骑。哇，真的是好美啊，好像太阳出来它又变蓝了。哎呀，很不真实，真的很不真实。哦，你之前见过类似的这种景吗？没有这么壮观。我想等光来我就肯定超好看的。 Hello。 哎，是不是下来了？牵骆驼呀。你想牵它啊？是的。以后我老的时候，我的头发会不会像这样？没事，到时候多夹几个假发辫。笑死！他们为啥是两个人，你是一个人？为什么我是一个人？小孩，因为我自己一个呀。然后他们是两，他们是两个人啊。太好玩了吧？看过来。他跟你亲嘴，他跟他亲嘴，不错，哇，好看好看，帅叔帅叔。小戴录完这节目回去加了一堆微信，全是教练啊、司机啊，全是跟他们混熟了。嗯，去那边走走。